防疫避免群聚，雪隆慈济志工今年各自在家浴佛。现在 OK 啊，现在很 clear 啊。不同空间、同一时间连上慈济浴佛网站，零秒差一起共襄盛会。志工的孩子还担任起浴佛护班司仪。穿上整齐制服，虔诚礼佛，现场道气十足。2020年四大不调，极易扩散。佛陀这位宇宙大觉者，怜视众生，抚慰地球，持志教善。除了用心聆听正言上人的开示，志工也分享第一次参与浴佛的心得。看到志工呢，所有的志工都是很整齐的队形啊。觉得这种的场面哦，很不可思议哦，尤其浴佛过程啊所播放的音乐哦，的歌曲哦，心里感到无比的宁静跟祥和，所以心中有更有无形的感动哦，跟激动哦，脑海里呢一直不停的思想着，慈济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团体？看到这股强大的社心的力量啊，所以志工无言的声叫啊。让我们想起哦，马上很想冲动从观礼台冲下去哦，成为参与这个浴佛，这是成为志工的一部分呢、疫情之下，今年浴佛别于以往，小而温馨，却能一同共沾法喜。麦大爱综合报道。